底下有是这片叶子，在下面啊，有时候呢，这个叶子呢会降的，啊，都在一起。然后你要画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要就看着稿子，你呢，就放在底下哈，放在底下，然后呢。很重要一点，就我总有个，假如说这个开叉在这边，啊，或者是开叉在这边，啊，就是这么大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啊，看到没有？嗯。啊，喷水也好。不喷水也好。